梦能在街灯静静躺。所以我们就趁这个机会就大家来岁末联欢了。那等一下我们都是做开放之前，我们妇女会，妇女会由我先代表姐妹们，谢谢我们区长，谢谢我们厂长，谢谢你们参加我们蓬荜生辉。那等一下，我们请区长来跟我们致辞，我们请厂长，好，掌声欢迎我们厂长，给我们点心。各位区长好，林理事长，还有各位妇女会的朋友们，大家好。梦能在街灯。我老公公刘少群院长，行政院前院长讲的，他说他是一个随便的人，好，但是随便起来就不是人了。所以我的意思说，虽然区长偶尔会酒后乱性，但是跟乡下一个给花干净的红杏，但是我还是都非常非常的有分寸，不然人家每次看到 MV， 人家看到他们说哎你怪，那他解密一点了解了区长。梦能在街灯静静躺。还有区长，三位都有看到所有的妇女干部的热心的下一代，都说对不对？对。再次哦，我代表我们中国民党的跟中山区党部跟民众公社，感谢各位在我们这次的。梦能在街灯。静静躺在小雨中，往事又掠过我心头。有一个心愿，要人人生活好，社会要人强，凡事都吉祥。梦能在街灯静静躺在下。